爸爸，你真的好过分啊！你等都不等我？没，当然有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哎。你这看你好好久才上来。拜托，我走不动了啦。好啦，慢慢来。爸爸，我20年体重都没变，你为什么现在不能背我啦？是啊，体重没有变没错，但是我体力变了啊。我好想你背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媳妇静静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嗨，我们今天来这个迷湖步道走一走，今天天气很好哦。好了，讲到袂漏气个对啊，不是水拍到，是真的啦。几啊档？高科林可以手拍，拢安那通讯嘞？打电话啊！打电话啊！路也不到临安转站，我嘛袂记得了。一世人一定爱去走一次。离阿里山森林有，主要是海拔，虽然也较悬啦，海拔差一千公尺差不多。你们一定要去走好看的。你想？可以快走，但是不要跑跳。好，赶快！这边有溪哦。对啊。应该有啊，一般都会有。我就跟你说，只要往下走，一定会有溪流。觉得今天天气真好，对吧？嗯，很凉爽。下山容易，上山难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看到他阶梯，啊，加油！哎，看一下，我后面这个阶梯，好高啊！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就好怀念以前有人背的日子。啊！现在如果有人把我背上去该有多好，我的体重可是一点都没变哦，只是不再有人要背我。加油。
等不等我？没，当然有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你这看你好好久才上来。拜托，我走不动了啦。好啦，慢慢来，来先来休息吧。爸爸，我想你背我。啊、哦，我累了。我累了，来，我们来这里休息一下。让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来吧。下去的时候不觉得，上来觉得好累啊。我一头的汗。累吧。好嘞，好久没爬了。我真的走不动了。累吧。对啊。20年体重都没变，你为什么现在不能背我了？是啊，体重没有变没错，但是我体力变了啊。我好想你背我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会给你鼓励的。这个小时候，我妈就会把它拿来煮，然后当凉茶给我们喝。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，知道的就是宝，不知道的都是草啊。到谁了？好棒，超过三十了。那边呢？后面还有一只。丽雅，你的正头上。头上有一只。等一下大便下来多喝。好厉害！哎呀，之前个无啊，今麦今仔会较济。猴子呢？当然没我较大。这个到底是有什么作用啊？谁知道？可以告诉我。应该是给小鸟庇护所的。不可能，小鸟，伊个你比去只看嘛，无好就去。没，伊整入去的。没有，洞是够大，重点是。应该是。真的是。哦，老鹰哎，老鹰没。老鹰没得比这。老鹰在宝塔里嘛，宝贝都来讲。
在山上，现在很冷哦。现在大概15度，吃个火锅，天然的无毒蔬菜，山猪肉。